脑残无极限，小屁孩加油站玩风火轮。古代哪吒有风火轮，现代的小屁孩也自创风火轮。台南归仁这间加油站竟然有年轻人这样玩火。风火轮，哇呀！别放！这段影片 po 网后，引来大批网友挞伐脑残。警方表示，这种行为触犯公共危险罪，已经介入侦办。初步了解，这名少年是加油站大夜班员工的朋友，已通知他们到案说明。动新闻台南报道。